还在放寒假，马路上一大群身着制服的学生族，但同学间的年龄层好像差距有点大。打扮成这样子，穿的是同班同学吗？对，我们是。不是，不是，超差，是吧？彰化鹿港顶番婆潘姓，世代家族同堂，各自穿上特色学生制服，家族长老高龄九十一岁的阿嬷穿上的是美少女战士的水手服。每年都有什么趴什么趴，大地趴、黄趴都有啊。阿嬷都愿意配合穿。其实有人值得了。值得啊。值得了。其实所以穿这个才够你真的了。还原年少轻狂的学生时期，偷偷翻墙或举手敬礼。数十人同框从鹿港玉凤宫集合，一起走秀回老家聚餐，沿途吸睛无数，变装趴已经第八度。